我若要来问到，你应该是穿37.5号吧？你虽然高，啊，不过看起来瘦瘦啊，跟我少年同款。你试看卖是这个 size。嗯，我今日试看卖。夫人，你的目睭有够来啦，竟然拄好约会到我的尺寸。我来讲啊，你跟我少年体格同款，心面嘛是啊。不过伊生囡仔了，迄脚唔知安怎，煞大几号啦。伊做小姐的时阵，嘛是这个尺寸呢。我常常改换鞋仔穿。我只是感觉，敢那无啥会当想象呢。我唔知影原来我囝。啊，会当安尼换衫换鞋也穿的，我都无这款的经验，我都体会。以后，你莫叫阮什么客爸客母，你就直接叫阮爸爸妈妈，知影无？嗯。你受到真大的打击，所以过去拢已经放袂记了。不得卡，这就是天公伯的意思，叫你甲。过去痛苦的记忆拢放袂记，重新接受伫个万家受爸母疼痛的记忆，等于是重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。啊，夫人，陈文瑶、卢家峰，你们都来啊！哈，我是感觉，既然卢家峰应该情有无缘啦，还是离婚的你也较妥当啦。啊，那不。厝内底饲一个，外口放一个，对静瑶名声无好。我是真正看中静瑶的才能甲人品啊，唔甘迷失着过去大魔，才替伊讲话。静瑶，你若穿安尼正式，你静瑶唔安尼穿安尼。这是我送伊的，真适合伊吼。是啊，这是夫人送我的，足水的对吧？前两天哦，因真对我足好个呢，你免烦恼。离家出走本来都唔对啊，一个查某人伫外口安尼搜来搜去，足危险的呢。阿叔，我要替静瑶讲几句话啊。伊即摆大人大静啊，啊做甚代志，敢需要经过你的同意？莫讲是啥呀？就算是爸母也袂当限制伊的行动啊！搁再讲，伊嘛无做甚物超过的代志啊！我承认啊，迄时阵我搁冲动啊。静月，你先等我回去，咱再好好讲好不好？万丹，真正感谢你对静月照顾。静月，咱来走。我暂时还阁无想要回去。静瑜已经答应做阮的客查某囝，阮就是伊的爸母啊，就回老的阮家加住一阵嘛，互阮互相搁较了解者。以后静瑜唔那是阮客查某囝，阮阿婆嘛个动作是加亲生查某囝同款来对待。不用的，参照你种人，伫个生理上，啥物手段拢做会出来，有遐尼干巧，我袂有静瑜甲你牵动袂上。我承认做生意确实袂当有人责任啊。不过当初真叫一个单纯的护理师嫁入去罗家，罗家敢毋是生意场？罗再兴甲我同款，拢是干巧的生意人。但不过只有一点无同，就是伊是失败的干巧生意人，我是成功的干巧生意人。我想要改变环境，甲成功这边大做伙，我相信对伊影响只会更加好。静瑜，你唔知影五年前万条阮是安怎想要害咱罗家的，我嘛唔知伊到底甲你讲啥，去影响到你的心情。万有一天，你恢复你的记忆，你想到五年前的代志，迄当阵已经袂赴啊。因为你已经被欺骗了，而且你还会受到更大的伤害。好啦，
卡主真正感觉甲万当夫人有诶，我无资格讲啥啦。你想要着恁啦，哥，我祝福你啦。请静玉小姐跪伫党诶甲夫人的面头前。即马开始就恁万条万做客辈，第数万做客户。以后侍奉北部有如亲生承欢膝下，北部抚育吴静玉小姐视如己出，慈惠永嘉。请静玉小姐磕三个头。吃水米，吃搬家米，啉搬家水，以后我就是搬家的人。吃当的跟夫人是小姐吃的。不会吵架，以后我总算会好好疼惜你啊！这个玉佩哈，是万家祖传的，一代有生命，一代有你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万家的人啊！对，那也这样子啦。小姐，当然要护理了。大家关心林无静小姐做 K 查不干的意思。啊，爷爷，给，紧叫进药，是叫小阿姨。小阿姨，小阿姨，小阿姨，伫个待着是查某囡仔啦。拜托，你是安怎啦？今嘛是平行宇宙大乱斗吗？我叫外省娘娘的，爸就家在山上接我啦。外公阁加给我一个阿姨，请问一下，是不是明仔我就会雄雄变作不是搬家的人，三更半夜偷偷搬哦？唔知影的人，就是讲你娶离房啦。无义，你讲拢唔是款，想娶离房？到底是什么感情，会当一时啊变到这尼好啦？我把财产信托给汪依林，那是因为因是亲生爸仔囝的关系，这我会当了解哦。阿玲嘞，这尼爱吴静玉这个高平啊，安尼吼，恁规起去连接首席调香大师来做客户啦。小邓嘞，你对我讲啥？你讲吴信泰把财产当信托给汪依林啊？您总算听到重点了哈，对，我爸把所有财产、伊的股票、房地产还有现金，拢是给汪依林啊。这个汪依林这贷款做资金，甲环保团体联合起来，要阻止咱买地。我主动银行那边贷款，这不信贷，都替汪依林开这大门啊，来对付咱。伊安尼，我们若是去伤害到伊个性命。根本就是跟咱吴家、万家联合宣战。连姐，我爹真话我问清楚。阿公，你买问吼，紧去问啦！你顺便问你家己，想要怎爱母姐，
大官查某回来，已经把伊赶出去啦。我无爱甲伊伫咧同一间厝啦。走的时阵吼，固定物件爱留落来，莫偷偷摕走啦。盈盈，你先坐下。你若讲迄无大无小，我一定教死你哦。恁到底是在布多一村啊？恁敢真正要领吴金玉做查某囝？不是你吧？已经是查某囝啊！对，即马开始，你有诶，伊嘛有，拢无差别，拢是我诶查某囝。妈，迄块牛仔，敢毋是我甲新姨才有诶？自从新姨过身了后，你都有讲过，你要甲迄块牛仔留诶，你哪会当甲伊送互别人？相公新姨死啊！新姨，只是下落不明，拢已经三十几年啊，化疗伤早就宣告死亡啊！以后尽量点一个假，恁都甲伊当作是生命来看待就好啊。你到底是用什么本事，会当让罗家峰甲吴信贤拢唔肯放弃你？你拢已经嫁翁啊，你阁会当交男朋友？即摆甲阮爸阿妈袂甲玲珑色？我绝对唔是要甲你抢爸母啦，请你卖对我这么白提。我拜托你，帮我万家煞。那安尼，我到时阵我一定烧香拜拜，送走你这身姑娘身体甲。你吼，真正是足高明的啦。从我有罗家峰，你若是靠伊吼，就当倒咧谈啦，三世人拢食袂了啦。今日就算是要饲一只狗，也是一只猫啊，嘛有认养手续啊，嘛爱知影认养家庭是毋是有合格啊？这你着急，就甲吴金玉送过来哦。偷偷认客爸客母，啊，你毋是这才是啥？吴盈盈，你真正跟我讲不是款啊？什么饲猫饲狗，用这款态度甲时代讲话，无怪不该人听你袂入心。你真正好好反省你家己。我从来都唔捌看过，你对一个人会伫这么短的时间内底，你会对伊这么亲。当初你出车祸的时阵。我大尴尬，我想要找妈妈，结果你回来，你所有一段足长的时间，你拢对我真冷淡，你敢不知我迄时阵，我有偌受伤，我有偌失望，我是你亲生的呢，啊，不过伊呢，伊甲你才熟识无几工，你都爱伊跟我同款，倒一个查某囝你受会着？陆家无把我当作情人，即马连恁拢要逼我去接受一个外人，我甲伊真正无遐巴肚，我真正无办法。爹，哪会个？我是你啊！什么？什么？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金玉，我绝对袂让伊参像我迄个歹命的查某囝同款。吃遐尔济苦，我给你保证。跳出亲人的心情，我想你应该都能了解。今日不算是我给你请求，将精油留在这安慰阮太太。卡所以后。伊若是无想要甲阮做亲人，伊随时拢当照伊家己意思离开，袂有人甲勉强。哥，你袂惊讲我去用欺负啦？以前拢是我要共欺负就好啊，对无？而且你嘛知我的个性啊，我平时也无介意遐什么代志啊。哎，不过吼，若真拄着麻烦，我嘛有咧惊，对无？放心啦，哥，你把我的发卷摕来。我也是较惯是用我正常的。